这里阳神中间是选择克里斯，对方是拉尔夫首发，拉尔夫这个铁重拳的判定发生非常快，而且输出也比较高。现在阳神一个麦克版超级发出超必杀技，好，继续往外面推挤，推他地质推飞浮空李浩，这里还有三颗气资源，准备一颗气就可以了。BJ 五个了，对啊 ，BJ 五个了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先看比赛啊，先看比赛。克拉克也是 BJ 的一绝了啊，他现在玩克拉克可以说是相当于半个主力了，玩的还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旋转摇篮追加一个投技，再来一个旋转摇篮。滚来滚去，从左边滚到右边，从右边滚到左边，那现在又是一个库利亚凉了。什么时候加团的啊？又来了。视频不火，评论火，还是看红军哥直播最火。那你原来在哪看的？谢谢柔柔点亮，弥勒佛与我，谢谢你的爱心啊，感谢支持。嗯，面是来到了夏尔米对对方的莲娜，两个小姐姐场背后对 K 啊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下中脚接一个脚杀，那现在夏尔米狂欢出现，莲娜还是处一个暴气状态，大海味道给她一次，很被动的又来一个大海味道，连续两个，我估计要被吼死啊！又炸气了，养神一定要小心。下重拳对对方 CD， 两一个 CD 之后确认对方用空中超杀做一个枪反，中断接。刚才杨晨这个 AB 被对方套路到，超杀跟上，啊西巴，啊西巴，完了，杨晨被留在台上。